全国招商王，全国招商王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发，新北市发生过。去年一整年，新北市是全国公用土地的招商王。未来，我来跟各位报告，未来新北市八零绝对会结合林口，结合淡水，创造北海和一条线的经济蓬勃发展。不但有观光休闲产业，包括很多的科技产业、物流产业，都会全部在这个区块。因为我们林口还有林口观光，基本上整地也快完成，以及我们林口的影视都已经招商完毕，所以一系列串起我们北海岸北边的整个大发展。陈总经理，你可能刚开始在算的时候，你会想说我压力很大，传统转型，但是我保证你这个投资绝对值得票价，把传统的转型。昨天我们在做温宅记的整个前面开发，我看到我一个厂商把链给我们技术所长，说我传统的鞋业可能没有办法在温宅记立足，他希望协助他们找一个更适当的土地，跟以往的土地的价格上没有办法同步而已。一个从没有登记的工厂转而合法登记的工厂，又在一个生计一个交通要道底下，让这样的一个发展指日可待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考虑。也许我现在投资你会觉得有压力，但是未来觉得指日可待。还有哪位媒体朋友们需要补充后面的吗？各地几年拖给我赶快来来行，一拜都好，一拜都好，有序经营，选好的地方对我们产业有发展，新兴产业让产业永续留在新北市，还可以带动新北市不断往前走。尤其随着时代里面智慧的物流、智慧的制造，让永续环保、永续发展的城市跟流新北，它新北就叫发展。来北海，我们诉出了第二个反专用地，希望巴黎因为淡江大桥、巴黎轻轨以及未来的105，再结合我们的西滨快速道路、64快速道路，让港跟巴黎区紧密带动所有产业的发展，让我们的产业在新北市遍地开花，入新产业、新气象以及投资新量能。与产业机能兼具的复合型港湾城市，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。